夫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主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主众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842页第五行，科对原因分五个小科。第一个，救命密宗，经文只有两句：诸佛密宗究竟明了。虽然只有两句经文，这里对含义可以说是深广无边际。我们来看念落的注解：密宗者，理教论相关文，法佛谈话为之密宗，言必恶是说。念到跟我们解释这句的意思，意味发心如来所说天必天恶之真实故，为之密宗啊。这个意思，这也当用深深无边际的广大那个形容。伊敢有说法呢？发心无相，不过咱嘛是家己塑造一尊人相，便有咱对有发心佛的仰望礼敬，了解意思。诸佛的发心成为毗卢遮那，毗卢遮那是梵语，梵字中国的意思叫做遍一切处。
啊，真正是变一切处。用铁学的名词来讲，伊是一切万法的本体。啊，铁学内底有本体论，大乘佛法甲伊也称作毗卢遮那。在净土中，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四土内面的上集光净土啊，上集光真正都是毗卢遮那。啊，这是自性的离体，真如自性伊的本体，本体啊，非物质，不是物质。咱的五根，那你比些心接触未到，有滴的无滴呢？都是面前，肉眼看无，听未到，闻未到，也摸未到。伊毋是心理现象，所以咱起心动念去想看嘛，想未到。伊啊，嘛毋是自然现象，所以咱的根心啊，意识拢无办法跟伊接触，那伊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变化界、虚空界都是伊变现出来。伊这是咱的真我啊！啊，什么是我？毗卢遮那这是真我。变现出来有形象的我，拢是假的。啊，伫是佛陀内面变现的心，叫做不心。有形有相，不心有形象，法心无。不心是对法心变现出来。啊，所以法心是不心的本体，对不心变现出应化心。呀，应化心无量无边际啊，也有这个能力，这个能力对都会来，是这个自性本来就有的。啊，有得有偌济法呢？伊就会现偌济心。现法无量无边。啊，所以诸佛的应化心嘛是无量无边，无数量呢。啊，变现的这些心，有自修用，有他修用，家己也无证到圆满的时阵，用这些心相，当作家己证到究竟圆满，究竟圆满了后，变换无量无边的心相，去利益众生。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啊，换一句讲，无真正证到无上菩提进程，
有自修养，有他修养，成就了后就无自修养，只有他修养。啊，所以发心既然无相，伊安怎说法呢？念乐的即地都讲咯，发心如来所说金碧言而诶，真是故。这个密宗唯有见性的人，明心见性，会当啊体会到。也未当讲感触，只当讲体会。啊，意会未当言传呢？那伊讲的真实故是什么呢？都、就是诸法实相啊！你体会到了一切万法的真相。代表这个境界肯定嘛是不得以上啊。不是一般菩萨的境界啊。有经书录里面讲呢，密宗者多罗尼法啦，多罗尼法啦，是法秘密啦，非理性境界，诸佛菩萨所令有利呀、啊！啊，声闻缘家无分，诸佛菩萨。啊！伊即地无讲菩萨佛，诸菩萨及佛，唔是安尼讲，诸佛菩萨，安尼即个菩萨嘛是佛啦，诸佛如来，发心菩萨，发心菩萨内面要摩诃萨。啊，华严经上甲咱讲，华中世界记着一位发心大师，国爷啊，拢嘛是明心见性，实际上呢，因是啊平等呢，无明破了，无明无了，无明是什么呢？结基迷失的起心动念，凡夫理性都唔知影。啊，都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佛门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。归念归向释迦，佛一句话问三个问题，凡夫心内动一念头，这个念头有几个念，这个话咱拢听无啊，有归向，有归色，相那是物质现象。这是念头，心理现象。你看世尊问这句话，
凡夫动这念头啊，这内底有偌侪念头呢？啊，偌侪念头伊会组织做伙呢？咱咧教内底有讲咯，纠缠做伙。哦，咱咧凡夫怎样有这个念头？哪讲是这个念头？迷失念头，唔知呀，无感觉。这是真的，这种现象拢伫个眼前啊，而且将来无间断，前念灭，后念就生。一个煞一个，毋是相像。为什么？伊也念念无共啊。相像就是完全正念甲后念共款，伊诶正念甲后念无共。啊，所以经常嘛是安尼先甲咱讲，叫相思相续。啊，真正不断，一日刷一日。啊，在咱眼前，从来唔捌断过，为什么咱的感觉拢嘛无？伊的这速度太紧咯，现在讲频率，频率太紧咯。啊，咱两眼真正低蹲，看袂到。咱的意识念头也真粗，嘛未当发现啊。但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都无离开伊啊，嘛有可能伊伫遐咧做主宰，咱家己毋知影。啊，佛的经常讲啊，真清楚，咱听无啊。啊，咱看无。啊，到甲咱有几分体悟了后呢，再来看这个经文，愈看会愈有意思。佛真正是讲清楚、讲明白咯。怪咱家己粗心大意啊！怪咱的心无清净，咱的心无平定。那用清净平定觉啊，你就会发现伊啊是真正存在。那什么人心清净呢？正着阿罗汉果。见思烦恼拢断了，这个人心清净啊！啊，就是讲清净心内面所有的念污障碍，伊拢完全拢无了。那平等心也更加悬啊！啊，得到清净心了后，不过不断向上提升。平等心是菩萨所证到的。啊，什么款的菩萨？明心见性。啊，平等心现前啊，真心啊，这不是妄心。啊，平等心现前，决定的就会开悟，啊，无障碍咯。这个我就是讲我，咱经顶面用一字觉，清净平等觉，啊，清净啊，理性的定，经文严格，平等大行的定，啊，觉呢就是。
这明心见性，这个才看到诸佛密宗啊，等看到了，那看到可能还不清楚，那要真清楚去看到。诶，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定安尼讲诶，八地以上。那、啊、你看，是佛陀内面四十一个阶级诶菩萨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三十个。啊，过去去咧，十地、十个阶级。八地地不会解救，啊，因能量啊，会达到这个佛的境界。诸佛密宗，因啊完全拢明了咯，清清楚楚，无疑惑啊！密宗家陀罗尼法呀，啊，陀罗尼是梵语，梵在中国意思叫做中旗。从一切法起一切义啊，咱的参考资料里底有啊，《佛学大师典》里面的解释，解释个真简单，真清楚啊，多罗尼。亦做旗，中旗，领旗领家了。下面就跟咱解释，一名旗显化不输。善其恶化不输其之力用，有这多能量，和一切显化未去善心，一切恶化亦未去啊作用。就是从一切法起一切义，有这个四种。第一种叫做法陀罗尼，有何其教化闻其理不蒙呀？有名闻陀罗尼。啊，对于佛的教化。你就会记你啊，未叫未记你。亲像阿难尊者，伊的闻其多罗尼，听佛讲经一遍，一生拢嘛未去未记你。那一般的人无这款能力，啊，我伫年轻的时阵，听老师讲经，大概会当保持一礼拜，啊，七天内，我甲你复讲。我会完全讲会出来，
会漏高去。啊，至少的公告95%有这能力。啊，不过时间若久都未用你咯，两礼拜、三礼拜都未用你咯。慢慢就会退心了，多少年未退心了，因为未叫未记你。啊，我这种情形，就是一般咧讲的用记啊，有这种能力。啊，这个能力啊，总共会当永远保持来讲，也就是佛家讲的多少年。我是有这种强记，就是记忆力真强，但是还是会未记哩，时间久就会未记哩咯。第二种忆多多年，对有诸法即是忆力，总持理不忘。头前是讲语言文理，接下来道理明白咯。这时间久了，无像头前，头前的语言文理容易未记哩，这个不容易未记哩。啊，第三种呢，修多罗尼以禅定发秘密故，无不切之心念为之咒。啊，咒多罗尼者，夫咒中其理不是啊，咒语啊，咒语不是人间的言语，嘛不是天上的言语，嘛不是鬼神的言语。啊，亦有不思议的能量。啊，真正会解决问题。咱人唔知影，我阁甲你讲，水知影。啊，冈本博士咧做水实验，水知影。啊，咱高雄搞做喙齿的老医生，伊嘛伫咧做水实验，伊甲我讲的啊，水知影，咱人唔知影，水知影，就会当通一切众生。水是无情的众生。然后最知影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也拢总知影，非物质现象伊嘛会知影。什么原因？清醒啊！咒语是什么？咒语是性德啊！但伊个自性是通的，自性本有见闻觉知。啊，那没了自性，对自性变现出一个阿赖耶。自性啊是真心嘛，阿赖耶是妄心，妄心是依真心离去的。所以真心内面的见闻觉知，到阿赖耶伊就变作受想啊形式咯，变质咯，变作受想形式。所以受想形式，一切物质现象拢总有。
啊，咱坐伫诶即地，咱起心动念，一个桌啊、椅啊，拢知。啊，咱只房间四面诶墙壁，伊拢知。那、啊、地板呢？啊，铺伫即个涂骹，即个地板顶面诶，即个地毯，伊拢知影。天花板知影。咱即个拜金主诶，即个主柜啊，啊，拜机器诶，即个工具呢，伊拢总拢嘛知影，无一个毋知影诶。当一个极其微细念头，家己也唔知，因拢知咯。这个代志啊，这是真的，唔是假啊。啊，美国的修兰博士都是用意念给人医病。伊是用四句话，那就伊的咒语啊！啊，这四句咱拢听有啊。啊，头一句话是讲对不起，请原谅。第二句，第三句是多谢你。第四句，我爱你，就是。这个事故，啊，一一好几千人的疑难杂症，啊，一边免甲这病人见面，伊啊只要四项物件，第一个病人的姓名。第二个，病人的出生的年月日；第三个，病人现在住伫什么所在地点；第四个是病历，病医检查伊得什么病，伊就要提起四项物件。啊，我问伊讲，你是根据什么理论？人会变治好呢？伊毋是佛教徒啊，伊即个方法是夏威夷古早人世世代代流传落来，有会向你咯。伊毋是夏威夷的人。啊！伊甲夏威夷土著会响，非常有效果。我讲伊啊，伊过都是清净心。啊，若要学这门的功夫呢，大心必须在你的心内面，咱讲阿赖耶识内面。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，该清除去，拢嘛该放下。善的念头嘛是爱放下，即清净。清净心内底什么念头拢无，善甲不善拢嘛变甲清清气气咯。这就是啊，医工治病，你挖苦的这个念头，伊用意念甲人治病，啊，这个念头真正灵，为什么伊是诸心？
你甲自性相应，虽然唔是讲究竟圆满的相应，伊个相应程度顶有阿罗汉，阿罗汉你替人治病呀。所以你的心若是清净，你嘛会当替人治病。你家己什么毛病都嘛无，先医家己，然后再医别人。个修行是讲这道理啊，无这功夫是未用的。有这个功夫，提了病人的病历，大声观想。祝他喜体，祝他不利啊！甲病人的身体，关注是甲家己的身体啊，合理为一，合作一个。然后看病历，我身躯多些所在问题有病。对着我这个病毒的这个细胞甲讲，就是讲这四句话。心内观想这个大病毒的这个细胞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对不起是我无照顾好，让你和这个你困的感染，我对不起你，请你原谅，多谢你，我爱你，就念这四句。两半点钟，在一个清净环境，无人干扰，都念这四句，念半点钟。每一天做一摆，就是半点钟。一共爱做三十摆，就是一个一个月。三十天了后呢？家己身躯啊，所带病毒的细胞都无了，完全恢复正常。对方嘛，恢复正常，病都无了。所以讲，病人距离家己几千里路以外，拢无关系。免爱见面，真是有道理啊。不是无道理的啊！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嘛在研究这个念头、起心动念的能量，不可思议啊！对于多一寡人，拢嘛是一寡得癌症的、得了绝症的，医院内面啊，放弃啊治疗，你如果无药通救伊哦，找到伊啊，有办法给伊医好。咱的念佛呢，都是靠念头。你会当成佛未？肯定会成佛。你嘛，把这个心，你心内面的杂念，该变扫个清气的。善念、恶念，所有一切念头，拢种清除，和你的心清清气气。空空洞洞，什么拢无，清净心现前咯。真正达到这个境界，就证阿罗汉咯。这个话讲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是不容易。忘了放未落啊。初的妄念放落去，细妄念也真多。爱就未起作用，初以为拢总爱放下，极其微细应该是也阁有啊，现在应该当公布解书，都治疗病毒的这个细胞。
有相当程度的清净，啊，都有够了。所以个细胞的病毒啊，水清气啊，这四句都是要让你的个念头集中，无杂念，无妄想。啊，咱念佛的人，听到这个话，回光啊，翻脚。咱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念佛的时阵夹杂着妄想，夹杂着杂念，功力无存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功夫不得力。啊，那是讲会有修兰破碎的修养，心内无杂念，心内啊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！你看，心内有佛，出于内有念佛，啊，身体礼佛，啊，你是念佛求往生，一般状况下面。那你当体会到，一加三年，啊，用心的这个条件都固着咯。啊，想要去，伊真正会当去；想要留，啊，真正留会掉。留伫遮来创什么？留伫遮来度众生啊！为什么会当去伊啊？都伊家己啊，都圆满咯。那有本事，随便什么时阵去，想要去就去啊。这都是诸多圆满啦。那有这个慈悲心，看到一个真正最可怜众生。这个问题也未解决的啊！把这个身体留在这世间，帮助遐个人啊，加传几落个去叫做世界，传愈多愈好，都是这个目标啊，都是这项代志啊，无第二项代志。啊，所以伊真正会当助力利他啦。两个拢嘛弯弯啦。啊，这是就终其不息的意思。啊，救护来宾无意思，救护来宾含无良机。那只有见性的人，伊清楚，伊明了。啊，第四个林多罗尼无法去实相安住啊，安是安安稳稳啊，住是如如不动。对于诸法实相，无怀疑啊。无迷惑，无颠倒，
啊，心安住在实相，这叫念。持念呢，就是你会当念，你会当生念，你会同意。这就叫做念多罗尼，念呢就是肯定伊、承认伊，无时候怀疑。啊，多罗尼就是有这四种，两路主干来对讲。该为密宗即多罗尼，诸法亲密，为是小乘教之佛菩萨所能实践。亚金经文揭露大师，到揭露世界。智慧神通道力，拢超过经文严格。啊，这个原因，咱大家拢知影，是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阿弥陀佛无量劫来。就很的功德之啊，所加持的啊。啊，咱来感恩啊。啊，你这得到啊。啊，哪公司无？阿弥陀佛的加持，靠咱家己修行，迄都爱啊修真长真长的时间啦、啊。经常上讲的无量劫啊，烦恼习气足歹断的啊。啊，真心真愿求生净土，这是一条幸福。最稳当的道路，最快速的道路，而且成就特别殊胜的道路，那就是爱放下了。啊，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你是了解啊，不够透彻啊，所以对有怀疑。啊，这都是家己造成的障碍啊！啊，要安怎把这个障碍排除呢？一般的知识分子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深入经中。啊，深入经中最巧妙的方法，读经啊。读经唔免求解释，老老实实念。为什么读经是修定？那用读经的手段，和家己的清净心现前，目的是这个。那是读经想讲来对什么意思啊？错了。定未当现前呢？啊，是不是真正你的理解佛的意思呢？无一定。你提的是模糊概念，我们是真实智慧，真智慧对定中来。啊，所以读经的这个时阵，注意经来对意思的错落。把咱修订的功夫破坏了，完全都不起心不动念，做你个念落去，
对头到尾一字都无念错，一句都无念漏交。啊，一遍念完，念第二遍，两遍念完，念三遍。啊，一天上好是会当用十小时。啊，十小时在参禅，在修定啊。啊，禅，参禅的方法，八万四千法门。方法太多，无量法门，修定的方法了。啊，那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用读经的方法修定，或者是用念佛的方法修定，拢嘛会用哩。法门平等，没有高下啦，这还怎样？拢会帮助你得定，帮助你恢复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永远未变呢。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，拢总修清净平等觉。只要清净平等心现前，就会大彻大悟，啊，你就毕业咯，就成佛咯，证果咯。啊，咱的目的是要啊求生极乐世界，是要见阿弥陀佛。啊，咱选择净土五经是上介好的啊，为什么相应？啊，五经一论呢，目标拢伫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咱用这个方法来修，效果就更加殊胜咯。啊，所以极乐大师、极乐世界遐菩萨、往生的菩萨，无诸佛密宗究竟明了，那明了究竟明了，天地的明了，啊，未过哩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是功中极尊、佛中之王啊，有道理的啊。不是讲无道理的，啊！阿弥陀佛称为啊，这个佛中之王，真正当之无愧啊！也太伟大了！啊，智慧慈悲拢嘛达到究竟圆满，也帮助人。啊，综合以上这两个意思。说明诸大师极乐世界这菩萨因无法心如来亲比，你看离言之密意，这句话讲得真好。那因为法心无相啊，按照讲法，你看离言。第一，种种难思之故，及多罗尼，世界究竟确立，当然明白，不是听闻讲我，不是讲看出来啊，不是讲听出来，无看无听，无看伊不是色相，你看未到。伊毋是音声，你听未到啊！所以这几句话讲啊真好，究竟啊，确立亲比啊啊离言的秘密，这解释个真正透了啊，终究难思之故，及多罗尼。
啊，根本免伊开喙。今个世界人讲话，彼此互相交流。那现在世界清净寂灭，都爱色相无，都爱啊音声无。色相就是空空，没用音声。表示一个对方的完全明白，安怎明白？宿命通啊，他心通啊，敢得个用言语呢？我起一念头，你知影；你起念头，我知影。免开嘴，如如不动。互相伫咧交流，互相伫咧沟通，这种境界啊，啊，清净寂灭的境界内底，会当交流，会当啊互通，这太高明咯。下面的第二段。调和身心啊，经文就两句：调和诸君身心流乱，这是最健康的身体，最究竟的智慧。头前究竟明了，就是究竟啊，圆满的智慧。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身心健康啊！调福，调是调理，福是幸福。探年纪来对讲，调者调和，福者自福。为调和控制心口意业啊，最好都灭诸恶行呀！啊，改一切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，不善的习气，完全加啊，最好掉，改灭掉。啊，表现在外面呢，是调和控制了心口意业，心口意三业，决定甲十善业都相应，啊，无固执啦，啊，心不杀不妒。不淫，口不妄语，不良舌，不忌语，不恶口。啊，意呢？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甲十善业完全相应。这个人的身心是什么呢？身心是尽善尽美啊。啊，实现达到究竟圆满，就成佛咯。啊，下面这几句是念老讲的，该为调制三业。调和最好三业啊，令离恶行，恶行就是十恶业，十恶业永远拢登记咯，
主君者，按拟定六君，调和主君，即调治啊身心。头前五君是心，尾后是意，意君是心啊！你看，按拟必些心啊。五君是身体啊，最后一个是意，意啊，就是心。啊，调和诸君就是调制身心，令你定过邪恶。啊，定过呢，就是。念污，未乎外面的境界所念污，外面境界眼对的是色，耳孔对的是音声，目睭未为色所干扰。这就是说咱在色里面得到三昧，色相看得清清楚楚，里面是如如不动，未说因为是伊来生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七情五欲啊，眼见色其他贪嗔痴，看到欢喜的就会贪爱起来了；看到无欢喜的，万分就会起来了。这拢是被干扰了。这是啊，六道凡夫啊，啊，你闻声，你嗅香色香味，啊，身体接触。拢总拢会受干扰啊！啊，修行伫倒位修啊？实在讲，就是六根啊，伫六顶顶面来修，叫做真修行。你袂当无看到，无看到我的心清净，无算讲清净，接触清净，真正清净。啊，眼见色的脸，什么的脸？不执着，对着脸去，那用什么方法？用念，念力破灭啦，念力就会得定，念力就是真精进。精进才会得到禅定，啊，无接触未用你啊！这内底有智慧，智慧是什么？凡事上皆是浮梦，顺境善言呢是浮梦的。免去贪恋，贪爱的心就不会生起来，所以叫做功夫啊，会生烦恼啊，啊，业见恶缘都会生嗔恚啊，那用什么心？平等的爱心就是慈悲心啊！看到众生苦，众生还有烦恼，我要按照那个帮助伊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
诸佛菩萨实现你的人间表法了啊，做模样好你看的啊。释迦牟尼佛做了49年，伊啊，逐天咧接触大众，无一天回避。来者不拒，为拒绝啦；去者不留，用的是清净平等觉，他人皆无。啊，无用贪嗔痴慢疑啊，无用七情五欲，也会拢总远离咯，伊也成就咯。那成就是完全用清净平等觉啊，这叫真心，这叫菩提心，发菩提心。啊，用清净平等觉来生活啦、工作啦、待人接物啦，爱该用到啊！啊，若是伫个第三福若好，若是伫即地啊，三福若好，又个若是伫个地主归感应篇十善业。这偌圆满的啊，这偌你啊美好的啊，啊向上提升，落实在要波罗蜜，落实在普贤十愿，啊，迄都是啊，叫做世界发生大事咯。啊，该门该行门，拢在掌握着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一点啊，拢嘛未啰嗦，拢未麻烦。啊，正宗的总原则。总法门都是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的四字啊！啊，大中起法门，大多罗尼，啊，生活工作待人接物，发喜充满啊！真正像弥勒菩萨同款的慈祥啊！啊，心内是阿弥陀佛，对外拢总是阿弥陀佛，纯净纯仙，无邪恶啊！啊，流乱为心流河，也随顺如道；患疾即为刚强，刚强啊，即然教化咯。这是讲啥人讲家己嘛，都唔是讲别人啊！啊，我家己袂当兴顺众生，个性显出倔强啊，刚强加人人不服。啊，所以我的加人人唔听，你是讲迄个人刚强难化错咯？我倒转来，家己是刚强难化啦。我刚强，我难化众生，而且唔是众生刚强难化啦。啊，我若如何，我就会当感化伊啊。啊，一天未当感化十天，十天未当感化一个月，一个月未当感化一年。啊，真歹感化的人，一两年都嘛会被感化了。
你就要耐心嘛。啊，如何积德啊？积德呢，就是咧用真心、清净、平等觉的心去学如何啊。啊，就是讲，应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来当随顺人，唔通叫别人来随顺我。我也是去随顺人啊，初学的时阵会当忍受，我未当忍受嘛，都要忍受。为什么我修行啊？我要讲，我未当忍受的，给伊修掉。啊，要亲像佛菩萨讲，我拢总拢会当去忍，这偌好个啊！无讲未当忍的啊，所以讲是忍忍之啊，不能忍。一般人未当忍的，我会当忍。啊，我的成就就比别人较悬啦。那你这三昧时间比别人较紧啊？你这三昧比别人较深，都无同啊。想得到利益，家己得到利益啊！啊，苦穷的人，大生未当度家己啊，家己未当成就，你要安怎去成就别人呢？啊，佛菩萨、圣贤人跟咱是无同的啊。因啊，都是在心克服家己，然后再来帮助别人。啊，咱家己未记你咯，完全想要去克服别人，结果到最后一事无成，甲众生结怨，得到什么呢？生生世世六道轮回不应啊，去做这个啊，这才真正叫功穷难化。化化经物，众生既信佛，即得意流乱，这就是信心流乱的意思。法华经上有这两字啊，即得。华严经上嘛是有。啊，梵文观顶面讲的即得流合，啊，即得咧讲的是即得意啊流乱。啊，参考资料内底有简单的解释，即只正呀，啊，即滴呢都是正滴的心，无贪曲呀，无谄媚，无委屈的相，完全用的是真心。佛陀的五大众生分有是天经，啊，在这里面听无的是分有的天经，咱在呢
互相交流的当中，啊，分享咱学习的经验。我讲过真侪摆咯，人生百日，铁路真雄，还是天津。所以天津咱有无啊？有啊！你现在未记得咯？你现在比念有，比严重的念有，天津失去咯。你来这个世间来。出席这一百天，肯定是天津。啊，这个时阵，像人是你的老爸老母，你都未认的。天津啊，无念有啊。你看到一切人都嘛欢喜，每一个人人你会笑，你拢真欢欢喜，甲伊佚佗。天津难慢啊！啊，等到你的人工多一个是你爸爸，多一个是妈妈，啊，你比念有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天津就失去了。那佛法的教学，这句话是讲得真好啊！人若是讲问你讲佛法是什么，你用这个对答。不过用这个对答是在内行的人、外行人听无。啊，真正有修有证的人，伊在对你笑笑。啊，肯定。啊，你这个概念是也正确的，是咧帮助众生开悟，帮助众生通达。通达什么？众生本有的天经，本有的天经一直露出来，你就成佛咯，你就成阿罗汉啦。你看金山话不断来对说下。近代人写的乐观老法师啊，朱魂法师啊，啊，我们也是老朋友咯。这两个人年纪比我较大，啊，朱魂法师大五岁，伊拢走去咯。这两个人都冇写过金山话不的传奇啊！啊，金山话不是近代的最功啊！天津啊，南蛮啊，跟囡仔同款。发脱不是显法，虽然真发脱真自在，伊也无恶，伊只有善。真正回到天津啊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都是天津显露。啊，六道凡夫，差在周围，差在你的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。拢嘛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啊！起心动念是迷啊，分别执着是造业嘛？造什么业？
做轮回的业，轮回是你家己做的啊，你家己修，你未让出六道轮回，但讲你做轮回业，是这款代志啊。咱来给伊创清楚、创明白啊！啊，要按怎做一个身心流乱呢？身心流乱的意思，应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无家己的意思。你按怎讲拢嘛好，我一切拢顺利。啊，一旦啊，随顺呢，我就随顺你，随顺当中啊，影响你啊，都、就是道理啊。你若是讲习气真重，未当多，啊，就离开你啊。啊，离开这段时期，回来再去看卖，看你有进步不？什么叫进步？会当啊接受未？这是佛心门中不舍一人啊，啊，你过去都不好，为了讲你现在都不好，现在改咯，啊，就好咯。过去真好，现在变咯，变歹咯。为什么？你也对着境界转啦、啊。你袂当转境界，你随境界转。真正学佛的人会当啊转境界，袂互境界所转。所以啊，伊啊得到自在啊。伊为甚袂受境界转？伊啊知影讲，凡事上皆是浮梦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。所以伊伫这个境界内底，珠珠连连，都无分别执着。大行都嘛好，无一项唔好。为什么？拢嘛是自性现出来。啊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啦。就像经内底嘛有这个比如，祖师大德常讲：以金作气，气气改金。啊，一切万法的理体。完全平定的啊，啊，你过来分辨啦，啊，去集中哦。佛菩萨分辨集中是跟众生的往来，你分辨我嘛，安尼先分辨。啊，你未分辨，我就无分辨。你分辨，我随着你的分辨。我自己无分别。啊，你执着，我随顺你的执着。我无执着，应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！这个功德有自利的功德，有利他的功德。佛法讲到偌圆满的啊！逐面拢顾着咯，未作业嘛，啊，未受轮回苦报啊，伊未作业嘛，啊，用的是什么心？念念阿弥陀佛。啊，用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圆满心，心心流乱了，下面第三小段，正慧
独食，诸行的智慧现前，这智慧足厉害，把你不好的这款的习气拢给丢掉。经文上嘛只有两句：深入正慧，无惑无失。啊，深入自性本有的智慧叫做正慧。啊，所以正慧不是对外口来。啊，无是真无。要习气啊，亲像阿罗汉，见思烦恼断去了，见思烦恼习气还佫低呢。啊，菩萨呢，尘沙烦恼断去了，尘沙烦恼习气还佫低呢。有无心啊？那无心的用什么物件来断？爱深入正慧啊！智慧无深未当断。那只有深深的智慧，才会把无心断去。咱来看念了注解，正慧真正之慧。啊，真正智慧不是偶来啊！那偶来是常识，是智性。那智慧是学未来，智慧是你家己自性内底、真心内底本有的。啊，要安怎才会得到呢？清净心就会得到。啊，只要个心地，念有个毒气咯，放下，清净心的现前，所以清净心是本有的，只是现在被念有，啊，清除这些粪扫，清净心的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啊。啊，清净就是阿罗汉的心，辟支佛的心，平等呢是菩萨的心。啊，是发心大事的心，即个观咯，啊，无分别咯，啊，无分别。万化一如，万化一体，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，未分咯。那清净心也各有分别，行为言教有分别，菩萨无分别了。啊，真假真实。真假无瑕，无瑕疵，无瑕念，无瑕行，这叫净。离颠倒为净，颠倒就错误了。咱今天的颠倒啊，用妄心，唔再用真心。啊，阿赖耶个真心，那是颠倒啊！啊，阿赖耶有起心啊，动念有啊，分别执着。啊，咱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就练功夫，我未执着，未分别，那就是。用这个净慧，那这不是阿赖耶？
又去进啊入息，结果入是讲这意思，这是进啊。所以进和真实相应，和事实真相相应，故离希望分别，照了真心之智慧，名为正慧。啊，咱无啊！我讲一个较简单，讲个较清楚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正慧。啊，咱的心无清净，咱的心无平等，啊，咱的心迷离不觉，起心动念拢总在做轮回业。啊，一句好好的记袂掉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也是妄念杂念，这下物件是咧作怪啊，佛陀都无去咯。昨年李老师在世时阵，和我讲过真侪摆，我印象深刻。啊，伊嘛是教我学习，学什么人？学念佛的阿公阿婆啊，而且诶人大部分拢无知识啊。一般人看伊无起，但是伊真念佛，一天到晚手里提一罐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绝对袂中断。伊家讲什么话，伊阿个是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念落去，你对你听啦，对你笑眯眯。那像讲伊咧听那个，那像伊无听入去。啊，真正做到只有一声佛号，其他拢种拢无相干啦。李老师讲，这种人最值得人尊敬。这种人是真正念佛的人。老师讲，我常常要跟因学啊，啊学未成啊。那为什么学未成？关代志太多啊！所以古人有甲咱讲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。啊，为什么揽遐尼多代志呢？那古早时阵啊，先以丛林咧做主持、做当家、担任职事的，是什么人？龙马西啊，这个佛菩萨再来啊，因家己都家己已经了咯，来为大家服务，来照顾大家呀、啊。啊，所以那个道场管得遐好，成就的人遐多。啊，今仔日道场，你去都会找这款人，找无啊？我咧讲经的时阵，昨年我想讲，好似道场的人都爱看什么人？讲经的法师退休咯，六七十岁退了衰咯，未当去讲，退落来啊，做执事来护法，做内护。也活得真好，为什么？伊是过来人啊，伊学经教，方法理性，伊需要什么款，伊知影。啊，唔是这款人，伊都唔知啊。伊来学法的人，这个方法的人命真苦啊！为什么？
想要的因啊，无做够，无想到的就无爱滴的，因想甲真多，所以呢，痛苦的随顺，无随顺未用，非随顺不可。这些的时代乱了，全体拢嘛乱了，佛门嘛乱了，众生无好，家己也无福报。啊，过去啊，过来这个寺庙啦，起好，然后呢，在主持啦、登记执事，拢总是大修行人、大成就的人。啊，因来发心啊，成就下一代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啦，下一代袂当起来，为什么无人扶持啊？下一代真恶立足啊！真正想要修行的人，拢嘛，互人毁掉。啊，所以佛法的僧团，这时代的僧团，什么人最重要？佛法最重要。佛法是学生。佛法那是执事，学校内底校长佛法，教务长、训导长、总务长，这些人拢是主要佛法的人，因前何起？修行的人都成就。因为拢是有成就的人，家己无成就，要安怎去帮助别人成就？这不可能的啊！所以今仔日佛法要复兴，确实非常困难。啊，要去倒位去找佛法的人？啊，方法的人都要听佛法的人。啊，你唔听，无人要扶持你。像搬鱼同款，这台鱼都搬未出来，未当离开因啊。啊，所以伫这款情形下面，唯独。念佛求生净土，这还有一点希望。其他八万啊、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嘛困难啦、啊，啊，门门都嘛不容易啊。啊，无真正扶持，哪有可能会成就呢？念佛法门，只要真心、真发愿、虚心大地，真正会成就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向人护法呢？阿弥陀护法啦！啊，所以容易成就。啊，护法的是佛菩萨，修学的呢是众生啊，你一定要知影。啊，五十。烦恼等候，暂无知识起呀。这个无识啊，叫做暂识，或者叫做习气。理性未当断除无识，为佛独领断智啊，佛等清气咯。顶教菩萨也阁有一分。无事心上无明的习气无断，即片来习气，那是讲断去，伊就成佛咯。顶家菩萨就成佛咯。啊，所以主要知影
代天代我明心见性，愿告初诸菩萨都成就了。啊，不过是无始无明的习气，无断去。诸十宝庄严土，啊，这个发心佛啦，或发心佛啊，为着要帮助这个发心的大师，四十亿发心大师，愿不心诸十宝土。帮助这些人啊，啊，这些人天台大师给他们称作是分正佛，啊，对十法界这个佛。天台大师讲，伊是相思即佛，啊，相思都唔是真呢？为什么伊还佫有习气滴？啊，哪讲有习气？无是不用烦恼无断，啊，这边的烦恼呐断去咯，伊就是唔是相思佛，伊啊升级咯。伊离开十法界，伊是真佛。啊，天台大师讲伊是分正即佛，啊是真佛无圆满，就是讲习气啊无断，无圆满。习气若断，伊才会圆满；习气若断，伊就袂伫咧十宝土。会去倒位去呢？去上十公去咯。啊，回归上十公咯，究竟圆满啊！啊，这个第一幅画就是真正毕业咯。啊，过去去免修咯，到这为止啊。那个下面呢？啊，咱过来个看卖，什么叫无识？你听无？在地罗轮外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水婆三毒，气混不净，三毒就是贪嗔痴。阿罗汉贪嗔痴断去了，真正是。不贪不嗔不痴啊，无傲慢，无怀疑，无错爱低见，那种根本烦恼已拢中断去了。但是习气无断啊，习气不净啊。啊，譬如香在气中，香随气有气啊，故在啊。气呢是气是香炉，香炉来做点香，特别是什么呢？檀香。那檀香呢，烧完。你鼻看嘛，这檀香炉那个旁边，那是湿气啊，湿气无断清气啊。啊，油炉、草木，
咱的兄茶，新新时的兄的这个茶，一小烟出了，叹呼不禁啊，回力不过。叹呼，茶开始烧起咯，烧个真清气，烧的茶变成炭了。炭火的湿气搁滴下啦，很湿气呀。啊，火力不够啊，火力未强咯，啊，无甲这个炭甲化作火，所以这个炭还搁再烧一摆。佛三道应尽无无，譬如讲劫尽。一修苏弥山，一切地拢尽，无烟无炭。这个比如个听有。烦恼啊，长期这是不容易，湿气更加困难。你袂当唔知影呀？啊，难也是爱长啊，无长袂当向上提升。啊，见思烦恼长路，出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到十法界、四圣法界内面的声闻法界，都、就是阿罗汉。啊！伫声闻法界内面，佮伊习气断落，啊！伊就修这物件，习气那是讲断落，啊！伊就唔是阿罗汉升级咯，伊叫做辟支佛。啊！辟支佛是见思烦恼习气断去咯，呀！伫这个辟支佛的这个位置呢？伊都爱断尘沙烦恼，来伊修这个断尘沙烦恼。阿罗汉是断见思烦恼习气，啊，辟支佛是断尘沙烦恼，尘沙烦恼断，哎呀，就升级去做菩萨了。啊，菩萨呢，也佫带着有尘沙烦恼的习气，啊，所以菩萨就爱甲尘沙烦恼习气甲断去，断去了后，啊，伊就升级，伊啊成佛，是法界内面的佛，啊，所以是法界内面的佛，确确实实见思烦恼。个湿气咧，连沙烦恼个湿气拢总断去咯。伊就爱断什么呢？伊就爱断无明烦恼。啊，无明烦恼呐，断了伊，伊也都往生到已经法界。就是诸佛的十部庄严土，啊！地基内面个断什么？断无明烦恼的习气，无明烦恼习气歹断啊，无办法断。
啊，所以大圣经上称伊做武功勇道啊。啊，嘛是古代的所讲的，处处用不得力。啊，伫这境界内底，无办法。你若想要去当，啊，你就生梦想，你就坠落咯。啊，要安怎呢？随在一起呀、啊，都、就是这意思。那随在一起，时间若久，慢慢就无去咯。那像头前久的这个习气，无办法断啊。常常烧这个檀香的。但像这炉啊，无烧香，你去闻看卖，伊就有檀香真重的味，这叫做习气。那这时阵要安怎呢？你袂当无烧香，无用这个炉啊，把这炉啊火倒尽，吸清气。放上这个啊，半年放上一年，各个片看卖都无咯。但时间啊，时间啊，等自然伊都无去咯。啊，所以，发心菩萨啊，用这个方法来断伊的无始啊无明的习气，啊，大久时间佛说三大阿僧祇劫啊。这个习气自然就无去咯，所以因爱蝶是不妥多偌久呢？多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无量寿啊，无量的无量，到个三大阿僧祇劫习气拢无去，习气无去咯，是不妥啊，都无去咯。啊，是不妥对都会来呢？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，习气无去咯，这个报托就无咯。真正凡事上皆是浮梦，是报托啊，无例外啦。嘛在其中，因为是报托有相。那这篇习气那是端真，回归相即空，相即空是无相的呀。啊，所以上一公一定要创清楚，上一公是本体，无条的本体，万法的本体，生命的本体，伊也无形象，那伊是都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但根本都无法离开啊，离开上不可得。啊！一切现象从心相生，啊！伊有相无？伊无相，无相为什么生？伊有感应生诶！众生有感，伊都有应；众生念佛，佛应啊；众生念菩萨，菩萨应啊！众生念念经。善恶阿赖应，啊阿赖意识啊，这闻那识也应，意应，迄都是六道轮回。啊，发心那应，迄都是极乐世界咯。诸佛如来不脱无量无边的佛刹。道场啊，所以发性啊，发心，未当讲伊有，也未当讲伊无，非有非无，伊是绝对的，唔是相对的，伊无大小，
伊也无时间，伊也无空间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就是见法心，就是见自性，一定要到三种烦恼连习气都嘛尽了，你才真正会看到。习气那是无尽，暂时住在十不土。等待习气慢慢自然就尽了。上次讲在现前，你才会当建立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